下一支，下一首是新专辑里面的曲子。新专辑是在去年的冬天德国录的东西。那个专辑，专辑的名字是 Ten， 我的名字而已。那个专辑是我有一个目标，目标是没有编辑，编辑没有编辑是弹奏的话从头开始。所以可是那个一天可以集中的时间限定，所以当然不简单的作业。可是感谢录音师，德国的录音师 Wolfgang， 录得很好。他是林先生的作品的录了很多很多的德国人，所以我去年我真的开心，我可以去德国录。下一首是句子的名字是 Life， 生活的意思。Thank you.
Thank you.